这比较像是十二，那才像十一。只能说挤到后边都挤出经验来了。这一杯的这个柠檬的量，可以可以。好。这是第一步啊，每个人都拥有了自己的初始柠檬的量，有人呢非常之富裕，现在大富翁。那么接下来第二步也很简单，大家看，前面有一个盲盒，分别有一到十的数字，里面呢有放糖的这个工具，大家盲选，选到什么工具就用什么工具来往你柠檬杯里放糖，但是前提条件是你的工具必须要盛满。我们按数多的先来好不好？好。那么小齐跟耀庆哥先来。小齐，现在一到十，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数字？小齐选一。二。小齐选七。对，选七。选七。对呀，你都叫你小齐。好，选七。来吧。不是，那个工具就放在这里面，不会说你们突然从后面拿个特别大的。不会。别失望。你现在是被害妄想症了，是不是？来。哇这也不小啊，但是它不深，还好，还可以。哇，厉害了，大饭勺，这是一个。谢谢国旭哥，选七选对了。我的生日是7月15号，所以他选了七，那我选15。不要闹啊！三号吧。三号。哎呦！这是什么？哎！啊！你这样就等于喝纯的了。真男人就是要喝纯的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成本的定义在哪里？其实这是夹，能够夹多少是多少。对，你能不能整个都把它放进去？至少能夹个20颗。对。好。哎，不错。大学食堂打饭的时候就会给你这样，就会这样抖一抖。不要抖，来下去。不要抖，来下去。成本。你是质检吗？来成本。要请个监督你。叫领导来检查食堂了，这是。12个柠檬加上一大饭勺糖，我的天呀！酸酸甜甜就是我。选哪个？无所谓了，因为最差的应该是被耀庆哥选掉了。我选一。宽哥选了一，好了。这也是一个中彩票的选择啊！为什么呢？哎，终于超过小齐的号了，漂亮！哎，你这样学生们可吃不饱的，你这样孩子们吃不饱。也不少，不少，但是还好，你还行了，也不少了，其实。我选四好了。四号。四爷。哦，对，四爷啊，四爷选四号。漏了，还好他有洞啊。那我选我选你选，我选最后一个十。十号。四号。我这哎哇，这俩选的这一套啊，你们叫火锅组合啊。好，好嘞，完成任务了，这个太甜了。我选九吧。好，那我选6。哦，这个好洋气啊！这是什么鬼？挖耳勺吗？只有一颗哦，太逗了，只有一颗 ，OK。谁看得见？小乔哥优雅又精致。不愧是乔优雅。乔优雅。精致包哎，好优雅哦！放了个寂寞用，寂寞。我选8，好，瓶盖。还可以，不错，可以。哇，我这个也很好，加
中大奖，恭喜嘉哥，喜提纲堂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这有点，天哪，太多了吧，健康一点，健康少一点，少一点，健康一点，分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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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点，三一吧，我这个这样可以吗？啊，蔡老师可以可以，蔡老师可以可以，没问题，我懂了。好，接下来柠檬水接力赛，每位哥哥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喝完整杯柠檬之后，并吹口哨示意，下一位哥哥才能接力喝柠檬汁。全队喝完后拍下铃铛以示结束，用时短的一方为获胜。那吹不出来的如何是好？对啊，不会吹口哨的人。嘘。那我们改一下啊，就喝完之后你就说我喝完了，下一个吧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摁铃啊。柠檬接力赛，三二一，开始开始。我喝完了，我喝完了，喝完了，喝完了，现在进度差不多。哎，要说我喝完了，那好，喝完了。好，小齐加油，不能输，小齐真的不能输。喝完，喝完，喝完。哇！